乐冲动和海盗奇兵两款畅销游戏，一跃成名的著名游戏公司 Supercell 近日又推出了他们的全新作品《幽灵泡泡》。将一款秉承着 Supercell 优良传统的三焦制作、精致的画面和适度的策略结合在一起，让传统的玩法也迸发出了不一样的新鲜感。亮丽的颜色搭配是三消游戏一贯表达方式，本作呢也不例外。加上良好的光影应用，令游戏的界面看起来暖心而又舒适。操作上呢，本作并没有对传统的三消模式进行改变，依旧延续了同三消主联机得分的方式。所不同的是，由于每个颜色的方块对应的界面都是上方界面的同色人物，想要攻击与之对应路线上的小怪，就只能通过消除该名人物对应的方块才能实现哦。目前市面上的三消游戏多如牛毛，题材和内容呢也是千变万化，但是不管怎么变三消的核心还是只有那么几个简单到简陋的元素。幽灵泡泡想要成功靠的不仅仅是制作公司的口碑，还必须要有真材实料的内容哦。